接下来是一个新的环节，叫做三二一拍。这个游戏怎么玩呢？来，我们看一下游戏的规则。我们两个人呢会坐在这个地方，然后后面的人呢会把两只手放在前面人的这个侧边，然后前面那个人呢会把两只手放在自己的两个耳边，后面的人呢需要戴上眼罩。当我说口令三二一拍的时候，下面的人需要撤掉自己的左右手的其中一只，如果上面的人打中的是脸就记一分，如果打中的是手就不记分。对，看两个人谁打的次数多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开始第一轮，是杨迪、秦霄贤，请上场。好看，名场面，打脸现场。迪哥，咱俩，迪哥没事啊，帮我报仇，狠狠的呀，真的，打脸现场。但是，老秦没关系，因为他打你之后就换你打他。对，哦，是这样的呀。是啊，没听明白吗？你得扇风，扇出风来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水巴掌已经不能满足大家了，是不是要来真巴掌？好，迪哥，请戴上眼罩。哎，迪哥，你眼罩戴没戴都一样哎，你这个。哎呦！来，请听口令，第一轮，三、二、一。哇，快哇！真打呀，真打，真打呀，真打呀！没事，再扛三回，再扛三回，来坐，来，快点来三，快点快来！你给我拍不拍？杨迪没给自己留一点后路。哇！来第二次，三二一，拍。三二一拍，好爽，来第三轮，三二一拍，三二一，第四轮，来第四轮，来三二一拍，三二一拍，好，杨迪积两分，你有你的，你有你的，来再见，杨迪老师，摘麦，录制结束。还没结束呢。没必要，没必要，没必要。迪哥今天帮你爆改，怎么大家都有种不过了的感觉？我也没特别重吧，好像还行哈。怎么了你？精神状态还好吗？帮迪哥瘦脸。好，来吧，稍等稍等，我来放位置，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。好，来，准备，老秦的进攻。救命！啊，听节奏，听节奏。准备，等会儿。来第一轮，请听口令，三二一，拍，拍，拍！哇！只要他还停了一秒，他那个气势做得很足，对，但是打完还是要，还是有一点轻，有点轻，我觉得，嗯，对。我觉得老秦是这样，老秦是。嘴硬，你知道吗？他手虽然拿很远，但落的时候有回收一下，是，所以能感觉是，其实但是寸劲儿是不是更疼？嘴都有点打歪了，正好打嘴上，寸劲儿更疼。好，来第一把就击中，好来，第二轮，三二一拍，三二一拍，好，没积分，没积分。来第三轮，三二一拍，三二一拍，好，打中了，积两分。第四轮，三二一，拍，拍。我宁愿接受别人打我，但我不允许别人把我的发型弄乱，真的。接下来第二轮，凯凯和九州。好看，好看，好看了。好，首先是凯凯站在九州身后。
下辈子找个好的对手啊。来，他好紧张，脚都在抖。来，我怕石凯扇死我。来，好了吗？好了吗？三二一，拍！三二一，拍！有点抖了，他那个脸都。等着啊，等着啊，来。第二次，好了，三二一，拍！三二一，拍！哦，打了吗？打到一次，来，打到一次。嗯，没有，我打到这边，我打到这边，打到这边，防住了。哦，好，你不能两个手都动，你就我就想看找一下位置。你该哦，我以为你在抚摸他的脸，用摸当打，你只是扶住他的脸。好，这边打得更稳。待会就这样啊，抓着打。好，现在两把都没有打中，第三把机会，来，三二一，拍。三二一，拍！哦，打到！哦，还可以、啊、好，下面换九州来。可以真打吧？当然可以真打啊！我们都真打的呀，前面。你看，我们都啪啪的，啪啪打。你把戒指戴上。不用。要超过那个水巴掌，那声太响了，那水巴掌才疼。好，来离远一点，手离远一点，一点点啊。不是，他把距离卡得很死。我你不是你先动好，我才能给他动他的手，你知道吗？对对对，你不能放那么远。石凯，你把他距离拉远，痛的是自己。准备，来，三二一，拍。好，三二一，拍。好，拍。好。第二轮，三二一，拍！三二一，拍！哇！这么大劲儿！哎呀，刚刚但凡是脸，可惜了。哦，玩游戏，我问为什么九州会问我一句是不是真打？他理解的真打跟我们理解真打有距离的。申请加赛。韩东，你这人打我十巴掌，我下轮只打三巴掌，可以吗？不行，来，不行，来，你等着吧。最后一下，请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拍。好，积两分。两分。绝交。哎。那后面有个巷子，我们可拦不住啊！来，姐姐，来，好，演上了。舅舅，你右脸怎么肿了呀？录节目。好，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现在是这样的，所有的挑战已经完了。目前得分情况是：王悦欣、文涛记两分。杨迪、唐九洲积一分，丁程鑫、秦霄前积一分，路虎、蒲一新、黄子、红凡、石凯积零分。哇！那根据规则呢，是高明前三名的可以从低名次的人里面选。我觉得先让老秦跟弟弟来吧，好不好？来，有请。上一把谁拿我们拿的比较多来着？十七是谁来着？我们的。哎，是你们的。对。哦，不好意思。没事，你肯定清零。我们想看看你们负分是啥样。不是，你们负就行了，没必要让我们负。我们就剩四分了。能负？不负不了。不负不了一点，来吧。决定了哈。加油吧。不会是这是每首你来。六吧。六。你好，星期六，六一个。清零。就他了，你还看。找清零喽。看不够。走。两个。我再来拿一个吧。对。来一个，哇！我靠，不一样，这什么意思？哦，10个，这什么？这个是什么卡？这个什么卡？这张卡呢，是我们的优酸乳粉装卡，作为这轮游戏的惊喜。优酸乳粉装卡呢，可以为大家带来翻倍的金币，恭喜你们队获得了10个金币。还继续拿吗？继续拿是清零哦。
没事，我们喜欢玩刺激，反正我们就剩四个了。也是，对，你们现在太少了，需要那个再冲一冲。一个行一个，继续，这太少了，继续，冲啊，冲啊，不要吧，抽到负分，就他了。我说什么？要冲就木有。你知道他翻过来那张牌的时候，我已经看到一个青字了。好，好看吧，这字儿。不得不说，老秦和小丁心态是稳定的。我们可以拿我们拿谁？拿你们多少分啊？路虎和普利星是35个，黄子和石海是17个。哦，那虎哥吧，30的。来抽抽抽抽抽，这应该不至于吧？还有门卡吗？嘿，哇哇！我们还可以拿这儿或者往上走哈。抽这个吗？抽是他吗？不可能是他吗？25%就是这一个。翻个清零给大家看看。走，哇！抽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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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等一下，太突然了，吓死我了。四个，三四五了，收手吧。二选一里面有一个清零，抽抽三号，迪哥信我，抽三号，就这个吗？对，信我。抽二，抽二。小丁说抽这个，你这样你抽三三清零，黄子红，抽二抽，抽二，你是不是刚看到啥了？没有，让我抽二，二是什么？二是三，如果二是清零，我把那我们剩下的那四个给你们，四个太要了，太少了，太少了吧？谁要你们那四个？那是他的一辈子，你们留着吧，是他们的全部，他的全部，没有，全部都给你们了。相信自己呀，进！哇！哦！你看你有多坏，你。好，还玩吗？那么抽，还要抽啊？抽，不抽到清零不停手。抽，这肯定，这个肯定概率小一点，概率小，就他。哇！对，抽这个，还抽吗？抽不敢抽了，抽完，现在很多了，抽完他再也不抽了，抽，我抽了，我抽抽了、哎、啊，就到这儿了，再抽，谢谢，抽，再抽，抽不到清零不准换人，咱们再抽一个，说什么都不抽了，好不好？抽，这个，就他，好，继续，咱不要了，孩子，咱不要了，继续，咱不要了，孩子，咱不要了，继续，抽，快抽，往上走，抽，快抽，等一下，不能抽的，等一下。往上！哎呦，慢点！我心脏不好，等一下，拉都拉不住。那我们最后抽一个，最后一个，要不我就把手剁了。哎呀，你刚才就该剁了，就想玩一个，玩最后一个，最后这个怎么样？行，我看行，就他了，是什么样？我们认了，不再抽了，掏。恭喜杨丁清零喽！不听话呀，孩子！我错了！哎呀，我刚刚为什么不收手？我也上瘾了。